请用茶。高山老师，请用茶。一杯茶水代表学生的敬意，更代表此时心思的你。思想饮水时间，尊师重道，永续传承。高山老师，谢谢您。来茶的好鞠躬。好，在个人心境上的记忆心情有多不满，他们最终的精神是让其人值得开心。谢谢老师，您辛苦了。谢谢老师，您辛苦了。好嘞。带状元报。请老师向小朋友带上今天最好代表四周荣誉的状元报。如今，他除了家长的需要，更需要这些志工们无私的奉献和付出的关怀才能成功。如今的去不忘，必不忘。是的，我们非常感恩志工们的辛劳付出与付出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默默付出的志工。就那样。
就是这个。我们俩三个人。三个人。就是先自己自己罗莱芝老师、王继峰老师、林静海老师、郑永元老师、洪连芝老师。我恭喜你们获得了颁奖。要睡我一下好那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志工